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魏辉妮。我今天要来教大家唱这首我写的《今年夏天》，然后这首歌献给所有跟我一样在今年毕业的所有毕业生。一样的夏天，不一样的情节。在嘉义大学这名四年级的年轻女孩叫魏辉妮，她今年六月要毕业了，就把她大学四年的回忆写成了一首歌《今年夏天》。而她对着镜头唱歌的画面一放到网络上，三天就吸引超过10,000人浏览。很多这学校毕业的这个学长啊学姐都觉得这歌写太好了，很容易触动大家过去的校园生活的一些回忆。没几天就吸引了超过45,000人浏览，不少网友说听了之后真的勾起不少校园的回忆。而且马总统出席这个毕业典礼，在致辞的时候也不讳言的说，他呢也是魏辉妮的歌迷。致辞之前，让我先朗诵一首歌，《不一样的夏天，不一样的嘉义大学如此特别，让我们无限怀念。